我们很常在麦克风上面看到这样子加减 dB 的这个符号，有时候也会用 high 或 low 来表示。那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这是麦克风收音强度的调整，加代表是越强，减代表是越弱。但是不是说哦，我一定把它加到最强，就是收音越好？因为加到最强，它有可能会增加它麦克风的电流声。或者是环境的噪音，甚至有可能会造成声音的失真。但如果强度一味的把它往下调的话，它收音的细节可能会缺少很多。要加或减其实没有绝对的定论，建议大家在使用之前可以先试着监听看看，听看声音是不是 OK 的。如果你相机没有监听的功能，也可以把它录下来放到电脑里面去听看看。你有没有耳闻过？有没有？最后提醒大家，谢时门是所有的麦克风，只要你看得到，全部都可以试听哦。以上就是我们的60000毫秒长知识，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回馈。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为我们按赞分享，谢谢大家。